明星运动室 ，Ella 深蹲操肌，练出好运体。哪来的迷之音？想哪去了？是 Ella 在示范健身啦、啊。注意了，这是最新的一个器材，就是要训练你的腹部的核心肌群，打左边的吸音。中间的心跟右边的心，最后才是打那颗心。瘦、快、美、力，这看起来好累哦，可以换别的吗？哼，发射！你想干嘛？这个东西叫做滑冰枕。哦，早说嘛！这个动作呢，可以训练到你大腿的肌肉，还有屁股的肌肉，以及你侧腹的肌肉。啊，这也太难了吧！虾米还没完呢、哦。像你的屁股整个是往后坐下去，坐下去，而且你要注意你的膝盖绝对不要超过你的脚尖。好了，休息一下。好，休息。好了啦，先喘一下。偷偷告诉你们， Ella 健身一年多，除了体重维持48公斤，体脂19，还有一个好处，听说有运动的人比较好生。像我妈就说，因为她在生我的时候像拉屎一样，我解得出来啊。听过乱来，我解得出来啊。报道。